我在说，哎 ，Hell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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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是让我们好感动啊 ！You speak English? Yeah. What's your name? What's your name? Okay. You speak English. I don't speak Ukrainian. Okay. Tell me. This guitar. Yes, from China. Yes. Yes. Thank you. Thank you. Yeah. Thank you. Bye bye. 啊，我真的是看到他们，有点激动了。看到我们能够救助这么些可爱的孩子，我觉得我们的义工工作再辛苦，我们新中国联邦人法治基金也是值得的。好的，谢谢。这是我们这次营救活动中年龄最小的豹二代 Feather， 然后呢，超级漂亮的小姑娘啊。然后，这个她一般负责的是这个后方的 take care 这些phone call啊，还有 email 啊这些东西。但是她今天请示一定要来前线，然后要看看这些可爱的孩子们，然后想给孩子们发点糖果。所以呢，他这一来直接就来到了最前线，这个绿色的栅栏就是这个 border 啊，就是 border， 然后他就来到最前线，然后给等待这些出来的孩子们，给他们这个分发糖果。 OK。